们早上好，没刷牙，没洗脸，先折腾一颗花，把一颗多头的三颗花，哎不对，把一颗一个根的群兰给它劈开，然后毒株养养形体。走起。走起。这个是一个大群兰，一个花根的啊。它属于抹头的花，形成三个了吗？嗯，不属于。还是它那它是。就是坏心的了。嗯。烂心的花。对。然后又重新长大了。别的，对。然后的话，你要养的话，也可以养群兰啊。但是我这颗花的话，兄弟俩要分家啊。我因为我哥得拿走其中的某一部分，所以说，我现在要把它分开啊，分家。其实已经换完土了。换完土了，但是突然之间就要给它分开了啊，分开。换完的这个土吧，因为刚换不久啊。然后这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有好多花友吧，他摘完花吧，他总愿意这个拔出来，因为他也会发现，看到没有，这是刚换完不几天的花土，又重新又折腾了一下。看小罗手里的，他也会有这种小空根、瘪根，是正常情况啊。之前也没有摘干净，这也属于正常的。对，我们换新土是为了让它下新根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新根，看到没有？这刺激它这个新土对吧？透水性好，嗯。然后小罗现在开始粉，直接徒手是不是？我看着能掰动了，反正带不带根子吧，说实话都掰着。它这个地方是不好掰的，因为它这个不好掰。它是从正中间的斩灵茎的位置长出来的根子。出来的。对，长出来的根子。你看，这是正中的斩灵茎。这个是老桩，应该是。对。哎呦，还有木质工具。竹子的。竹子。这叫冲，一二三，嘿，就是那个正骨，嘿，哎呦我的天哪 ！OK， 这个你带下来的这个白色的这个东西就是假鳞茎，假鳞茎只要带下来，即使它没有根儿，它也会从假鳞茎下新根儿的啊。你像这个，但你有一点就是说这个，这样式的话，因为带下来的那个啊，然后那个。这些地方要给它劈掉，你这个地方劈的越狠，你这个下根子下的越快。你像这个带下来的根子，我都得烂掉，这都得烂掉，嗯啊，让它发新根，主要是发新根啊。对，好，没事。然后劈开之后吧，形体的话，因为你看它在群兰里面，它坐基就是歪的。对。劈开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养出形了啊，因为这花吧，它是一个宽的花。哦，而且它这个宽度也好，厚度也好，哦，茎管子也漂亮。对。是。哎呀，得缓一年。一年。嗯，得缓一年。养花就是一个耐心活。对。那就是。哇塞，这个下来是下来了这么大的这个假鳞茎，对，嗯，好，走开，你是这往下劈，就是这个，你这个往下劈，这地方就是下、啊、下根的地方，一定要把这些地方都劈掉啊，把这些地方都劈掉，这个地方就是下根的地方，所以说你把它劈的越狠。你这个根子下的越快啊，因为这些叶子是留不住的啊，你不用想，它都得退啊，都得退掉。因为你看它这，哎、它目前来说都是歪的，对，相当于这个叶，其实到时候都慢慢让它退，都得退掉。然后缓新叶、嗯，重新栽上缓新叶。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一定要。然后它的话就正常土栽，那两个的话用叶壳栽啊，让它重新下根儿。对，